这个球出棒打在中间方向，二垒手挡一下，哎，刚好弹掉在游击手的，哇，哇，这个 play 太关键了，哇，也有这种妙传、二垒手啊，其实是第一时间没有接到，但反倒是一颗星，让总教练王光辉都笑了出来啊，一颗星碰给游击手，啊，游击手反应真的也够快了，蔡尚颖。哦，看到这个球弹了过来，马上接到踩垒包传一垒，侧动双杀成功。哦，这个是妙传哦，这不是故意传的，是不小心传的。嗯，这事实上这个球没接好。对，哎呦，刚好在这里。哇，这些问题真正有歹。看到在一垒这边的指导教练呢、啊，这个应该陈志伟，对，傻眼。啊，刚才动作也很逗趣啊，就、哦、我的天哪、这个就是无巧不成书。对。